Hello，好，试着延续前一则我的想，看一下卡片，好，44到46，那44组辞职，针对的是图层复合模式，介绍45、46图层遮色片的使用。那首先列举是混合模式的应用方法，切入主题，比如说刚才所操作是一下。画面是这两个素材，这个是水滴。好，这边呢是咖啡，还有一个夜景，好，做个一个结合，该怎么做？好，首先在这水滴这地方看一下图层，好，底下背景右键复制图层，点一下整个方框，然后这边看一下目的地，好，找一下目的口笔，点一下，OK，确定，好。再到 copy 这个档案看一下，好，图层再看一下，好，点开一下，等一下，先这样，先转换一下，搭配的是 Ctrl T，然后拉到缩小看一下，也是它档案大，记得要点选这个地方，然后拉取一下，是，大力拉取，看一下，好，拉大一点看一下。OK 之后呢，再拉取一个对角线，那个是好，那个大概就是 OK 好。那 OK 之后呢，在上面这边打勾，点它一下。好，那第一个阶段 OK 之后，看一下这个图层这边预设是正常，这是所谓的一个混合模式，之前练习过，点它一下按钮，这边很多。样式可以去选取效果，假设是绿色，好，过滤的绿色，好，那如果不要的话，搭配箭头键盘的一个上下键，好，这是变量，自己选取，是，这个是变量这样，绿色这样，好，那我觉得绿色比较 OK，好，再搭配旁边一个不透明键，按钮给它一下，等一下。自行去拉取即可。看一下，试试。好，就是这样好了。好，就这样雾雾的感觉，水滴的样子，看起来唯美状态。好，OK 之后呢，看一下，这边还可以再搭配个滤镜。等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点它一下之后，这边有一个底下 FX 旁边有一个所谓的遮色片，待会实物操作啊，因为时间关系。那目前先练习到此，是44则，看一下，针对是图层混合模式。好，混合模式的实物操作，了解一下。在图层下方这边有一个按钮，手动去点选它，合适的。那通常呢，比较常用到就是变量还有绿色，变量这个区块。自己去测试，刚才大概测试了几次，点完之后呢，再点旁边的不透明度，这边按钮点它一下，这边自行手动拉取，好，OK，OK 之后呢，就告一个段落，待会实物操作是45、46的一个图层遮色片，那遮色片在实物上常用到，了解一下遮色片的使用。为实物操作，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练习到此。目前练习是混合的一个模式。OK，以上待续。